好，我是黄蓉啊，又来跟大家讲下生肖运程啦。今天是11月20日，农历的10月初8，而祭祀会有动土，时日最旺的生肖是羊，正财旺，一分耕耘可以换来一分收获。台湾的武王罗志祥就是属羊的。3年前的小猪，因为被周扬青踢爆了去多人运动之后，导致他演艺事业全面停摆，直至他近年重新回归。早前分别在台北和高雄的小巨蛋开过场，获得大批的歌迷捧场，而明年的1月还会来到香港举行歌唱。小猪现在的演艺事业旺盛感，就证明他之前所付出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。今天的幸运星是天秤座，财运特别好，趁机做多些好事啦。内地女星汤唯就是天秤座啦，当年她凭电影《色戒》一举成名，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。去年她还因为电影《分手的决心》再次爆红。不过行事低调的她曾经做志愿者，去到山区进行为期6日的慈善探访，帮她们改善生活和用水还有教育的问题。女神人美心善，有财运多些做好事都是一种福气来的。强运小贴士告诉你，今日的幸运颜色是黄色，穿上一件黄色衣服，又或者佩戴上有黄色的物件，就可以提升运气。而属鼠的人今日身心都不在状态，诸事不顺，试下放松下，或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